Hello， 大家好，是伟哥。那今天我们继续来玩一下这个新的兰陵王，就是他的技能调整之后，可以是开局就可以隐身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先讲这个兰陵王的超神操作。其实四个技能非常好用，特别是秒人的时候啊，但是对方才两级，我这边都已经发育到四级，随便一下就可以秒掉一个。一直都赢也挺无聊。斩草除根，补刀的时刻。You have slain an enemy. Rampage. 不逃就不会死。Unstoppable. 好奇心的代价很昂贵。Godlike. 了无遗憾的离开吧。替你的生命倒数 Legendary 我想